时隔两年，博君一肖这对 CP 旧物料又被挖了出来。不过，这两人现在已经彻底解绑，别说搭戏了，同台的可能都不大。之所以又有物料被挖出来呢，是因为最近这两人都有新作品要宣。洛阳昨天官宣不久，这个物料就出来了，有意而为的目的还是比较明显的。 王牌那边官博已经安排了，不久就会官宣。今年对于肖战而言是需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的时候，在官宣之前放出这一波物料，在被大规模抵制，那后期被换头并不是全无可能。毕竟这种题材的剧还是很注意负面舆论的。至于网传的二次捆绑以及双方互。